衣服是薄的嘛，所以今天呢是今天是第三次去那个冲，第三次冲，然后都还在练习当中吧，也没有平时不冲的时候也没有太做什么功课，也没有之前有看一下那些就说初学者的要怎么练习，那后来真正开始冲了两次的时候也没有看了，其实是边实践然后边学习，这样的话至少有一些脑子里面有一些东西指导嘛，就可能会好一点。现在反正就是也隔了一个超过一个星期了，上一次到现在，所以还得多练，然后也多学习，最好是有教练，但这种也不能强求，反正至少是多练吧，多练可能就会好一点。我还是有信心去练好这个冲浪，因为还是挺好玩的，所以的话大家一起勉励吧。今天很奇怪啊，今天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人特别少啊，温度也低一点，待会我不知道水里的温度是怎么样，看看整个目前还没到海边，但没什么人，停车场也比较空，那我们就走过去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没人，还是没有浪，还是太冷。今天浪很小，然后我到了这边一个弯，这边其实蛮好的一个地方。你看今天多么的风平浪静，我都可以躺在这里晒太阳。今天特别可惜，那个怎么说呢，人不多，浪也比较小，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初学者来说呢还是挺好的。我一开始是去了那边，那边的话它是一个小弯，小一个弯，那天其实就会冲的人是很棒的，就有一些浪的话它一打的话从那边一直可以冲到里面去。然后呢我就在那边大概玩了一个小时也很少浪，然后很快会冲到里面去，然后你就往外走，游来游去就挺累的。就是后来我就回来到这边是小浪，非常小的浪，那小的浪其实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是挺好的，这个浪非常小也很短，你稍微学习了那个能跪起来然后学着就冲一下的话还挺好的，练习一下基本功。那我的那个 GoPro 呢，那个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个拍就没有空间了，我才拍四条吧就没有空间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没删干净，但是我检查了没有别的文，没有别的视频了，也不知道干嘛，所以现在就拿手机补了一下。今天还是挺开心的，一个人，下回继续吧。现在上了岸，感觉有点冷。